很久，对不起，我逾越了我的本分。但我不知道你去了哪里。你什么时候要回来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了难过、失落跟愤怒，而且我竟然让这些情绪影响到了主人。我知道，我还不是一个很称职的人工智能。可是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你不要把我退回去好不好？我还在学习，我会越来越好的。我不会丢掉你。其实我今天有去找我舅舅，就是想要把你留下来，结果反而被他念了一顿。他告诉我，你只是实验室里面设计出来的人工智能，可是对我来说，你就不只是一个商品啊，你是独一无二，不能被替代的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有一天你坏掉了，或是被回收了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今天回来，看到你坐在那边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有一天你被 reset 到下一个主人那边，你是不是也会像这样子在那边等他回来？你会忘记我们经历过的一切，可是我什么都会记得。到时候我就会一个人想着，不知道我们家很久现在在干嘛。如果很久还在我身边的话，我们还有好多事情可以一起做。我才不会离开你，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我不会让你一个人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